师傅，上人您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采访。昨天采访完的当天，我们就收到了英灵传递的信息。他说：“我们听明白了师傅说的，宇宙是共同体，我们都是一体的。”师傅，我请教您，他们怎么能听明白呢？他们真的在现场吗？这种感应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就非常多。我们绝不能够小看这个婴儿。很多人认为怀孕期间他是没有任何感触的，其实错了。他怀孕投胎过来的时候，他非常灵敏。灵敏，对，这个母亲思想言行他都清清楚楚。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对。他做胎，胎里面很痛苦。很痛苦。所以佛经里面把做胎呀，比作地狱。胎里是地狱。十个月怀胎就是胎狱。胎狱。母亲喝一杯凉水，他就像在寒冰地狱。喝一杯滚水，他就像在巴热地狱，所以他有感受。所以中国古人懂得，所以古人确实他有一种本能了解这些状况，就事实真相。小孩来投胎，投胎跟父母一定有缘。他为什么找你，他不找别家？跟你过去生中有缘分。那这个佛经上讲得很透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他不会来。既然来了，我们学佛了，不学佛的不知道。我们学佛了知道三世因果。三世因果，就是前世的、这一世的、来世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那来了我们要善待他。善待他。对，如果是抱怨的，把怨解开。化怨为恩，这个多好呢。如果是报恩的，那我们对他好，这个小孩讲的孝子贤孙，光大门楣，荣宗耀祖，这好事情。讨债还债的，都要把它变成法眷属。法眷属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修行的同伴。修行同伴。对，修行的同伴。也告孩子一起跟我修行。对，一起跟我修行。这叫法眷属。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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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那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一起到极乐世界去聚会。这是最美好的、最圆满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都晓得，所以是，今天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把传统丢掉太久了，那佛教呢，有些些崇尚于科学，认为佛教里面所讲的没有科学根据，没有科学根据，统统批判为迷信。这样就让佛教的时候整个就是衰落了，人家不愿意学了。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啊，这个在学校读书，老师都说这是迷信，不但这个，所有宗教都是迷信，所以变成我们对于宗教就有一种排斥，不愿意去接触它。我这个信佛是我连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台湾那时候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老师非常难得，等于说给我开一个特别课程。我的课是在家里上的，不是在学校里。每一个星期天在他家里，小客厅、
小圆桌，学生只有我一个。啊，我们这个一对一，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特别给我上这个课程，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当时我就质疑，我说佛经，佛是宗教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佛教什么都拜呀，所以在宗教里称之为泛神教啊。泛神教啊，泛神教，其实他很多神，他什么都拜，都拜，不像其他说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他是拜一个神，佛教是什么都拜，啊，这就属于说多神教。多神教就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啊，你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哎，这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把我们从前对于宗教的概念、对于佛教的概念转过来了。啊，我很好奇，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你从哪里学来的？啊，他就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很年轻。就是名教授了。他是有一次生病，在峨眉山养病。哦，峨眉山是佛教四大道场之一嘛。就咱们四川的。四川峨眉山嘛。哎，他在那边养病的时期呢，环境是非常好，所以峨眉以后我曾经去过2次。哦。哎，这个，他山上，报纸、杂志什么都没有。只有佛经，所以说，读书人嘛，喜欢读书嘛，一生喜欢读书，所以就拿着经典来消遣，啊，越看越有味道，才发现这个佛教里头有真东西，啊，所以从此之后啊，他一生呢，每一天没有离开佛经，天天读佛经，啊，是这么来的。我得把这个底搞清楚啊，我才能相信他了，啊！所以晚年在台湾，他在学校的时候讲的都是完全讲佛学了，而且大单元，啊，就是魏晋佛学这个大单元，啊，隋唐佛学、大乘佛学、华严哲学，他开这些课程，啊，这一个课程说得讲一个学期、2个学期。那才能讲完，啊，晚年我估计他大概晚年20多年，他通通讲佛经，哦，这非常难得，嗯，以后从台湾大学退下来之后啊，在辅仁大学博士班里头讲华严哲学，啊，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啊，才晓得这里头真东西。啊，那个时候方先生很年轻，我们现在供的这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学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样子。哦，哎，晚年的相好，晚年相圆圆满满的，晚年胖了，啊，就很好看了。这是年轻人。这是我跟他的时候就这个照片。哦，哎，就这个照片，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到50岁吧，应该是的，哎。是不是？我26岁嘛，是不是？他大我20几岁，对，啊，所以是非常难得，所以才晓得佛经里这些东西，啊，特别是跟我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真是我很受感动，啊，所以以后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张先生是专搞佛学的了，啊，这是哲学教授我兼搞的，所以就专搞，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有干别的事情啊，
那就等于是做一个职业的教师，而且是义务教师，义务的。没有学费呀，不收学费的呀。啊，所以这是一种很清高的一个职业了啊。对哦。所以佛生活简单，你看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身体健康。你身体不好的人，晚上在野外露天，大树底下，天天都是这样在那里打坐，一般人受不了啊。对，所以从这里看到，实际上我的身体好，他啊，为什么身体好呢，师傅？那得练出来的。练出来的哎，第一个是心地清净，啊，没有欲望，啊，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啊，第二个是勤劳。勤劳，哎，你看他每天出去徒步、油画，都是走路啊，走啊，路就是运动啊。我这个身体也是过去抗战期间的时候走了10个省呐，就是2条腿走路啊，那是没有交通工具啊，这每一天至少要走60里路，啊，多的时候要走120里路。啊，天天走啊，啊，那一种辛苦你们不知道啊，啊，可是这个辛苦对我们好处很多，啊，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多，听的东西就多，啊，走路也是一种运动锻炼身体，啊，所以这个欲望少是非常好，啊，生活很简单，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啊，没有任何希望。一生心地清净，啊，这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那经典里面趣味无穷啊，现在我学了60年了，啊，讲经教学53年了，啊，现在才真正知道，不但佛经是高等哲学，而且是高等科学，啊，最近30年来，实际上讲原子，啊，物理学。讲到原子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有80年，80年有80年的历史了，啊！但是最近的30年呢，进步得快，就突飞猛进，啊！我看他们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科学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再有20年到30年。佛教就不是宗教了，科学家承认了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科学跟哲学到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经典上全有啊，而且还有方法啊，所以的确是一桩大学问，大学问，非常可惜，就是现在知道的人太少了。非常非常惭愧，你看小英灵都听明白了，听懂说师傅说，宇宙是共通体，我们是一体，所以我们不能再产生怨恨了。不错，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佛法里头一个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也是佛啊，对，第二个时候就告诉你的时候，人是永生的。永远没有生死，永生的，对，不生不灭的。我们肉眼看这人死了，说这人，这是肉体，肉体死了，肉体死了，你的灵魂没死啊？如果他死了，小一灵还会在吗？对，还会来找你吗？对，他还又投胎了，投胎什么？又换一个身体了，所以身体不是我，身体像衣服一样啊，我可以一件一件为这去换呢，确实这样的。所以你真正懂得，就不会贪生怕死。是，为什么呢？没有死。对，根本就没有死。如果能够是积德修善，那你就生死很自在，就是没有痛苦。走的时候不生病，这个好啊。不生病。不生病，走的时候知道自己到哪里去，清清楚楚啊。师父，这是佛教里说的预知时至吗？预知时至，
哦，他不自己是可佛以。教，一般修福福报大的人都能预知时至。哦，就不学佛的人那也可不以做也到能这做点。到，也能做到。哦，那就是说他能得到这样的果报，是因为他一生积德行善那的没得果积德报。行善呢？哦。因为他的福报大了，他知道的时候，这个是肉体不要了，老了衰的时候丢掉了，他到哪里去投胎，他自己知道。所以人真得，哎，这不是很糊里糊涂投胎的呀，清清楚楚的呀，特别人道天道都很清楚，糊涂的都到三恶道去了。啊，他迷糊颠倒了，就像喝酒一样喝醉了，啊，他迷了。如果头脑清楚，怎么会去做畜生？怎么会去做恶鬼？不可能的嘛！啊，那叫迷了，迷了就投胎。迷了，哎，所以人在清醒的时候不会走向恶道，这是一定道理。哪些人清醒呢？心地善良，心地善哎，良，修福积德，这些人不会到恶道。修福积啊，德，对，不错不错，哎，那个心里贪嗔痴慢，啊，搞贪嗔痴慢，搞杀盗淫的，那个是走的时候迷惑颠倒。一定要三恶道哎，这个迷惑颠倒，你应该晓得，有冤亲债主报复他，把他搞糊涂他自己控制不了了，啊，控制不了，他了，被那个啊，就是众生给控被制他的冤亲债主啊，现在很多附身的，啊，他这个宿命的这些人呢，啊，这些灵鬼呀，灵鬼哎，来找他，啊，他头脑就乱掉了，糊涂了，所以他这种死的时候，多半是到三途去了。所以中国人讲五福啊，五福最后就是好死啊。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痛苦没有，这福报，这是五种福报最后的一种。我们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人缺德，不得好死。”没错，就是那个最啊，后对，一不福错，嘛，不错，哎，五福里面最后一对，最后一福，啊，最后的时候你有福善报，终行善终，啊，他一定到善道，这哦。肯定的嘛。啊，好去好来嘛。就这么道理嘛，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晓得小英灵他跟我们一样，他这个灵是不生不灭的，啊，他跟我们的关系生生世世决定不止一代，这关系都很厚的，啊，了解之后，我们对他就会有爱心，啊，就真正产生亲情。所以佛家的慈悲不是没有缘故啊，有缘故啊，知道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所有众生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啊，一个人决定不可能独自生存，他一定是一众靠众，他是一群的，一群，啊，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去过一辈子，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定是群体，不能离开群体。所以，对群体要懂得关系，要懂得爱护，要尽义务，啊，这个就对了。所以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他到你家里来了，你跟他有那么好的关系，你把他杀掉，这就变成仇恨。啊，如果是有任务来的，你把他杀掉，那个罪过就更重。啊，什么任务呢？将来这个人他是来报恩的，他是来救国家的，来救民族的，他是英雄，是豪杰。啊，他也是学佛，他将来成佛做主。那你把他杀掉的时候，你这个罪就重了。你知道他来干什么的？这里就肯定有嘛。啊，所以这个堕胎是很大的这个罪过，在杀生当中排名应该第一了。哦，因为你不是杀别人，你杀自己儿女啊！啊，你杀猪宰羊的时候，那还是杀畜生呢。你是杀人，又不是杀，你是仇人，杀你的儿女啊！啊，头等罪。你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啊，知道蝇后头有啥，有这么厉害的果报，人的心都凉了，不感动了。知道这人们就再不啊，不敢呐，再不敢，不敢呐，哎，不敢，万万不敢，太阳，万万不敢。对呀。那他说，师父，他说，小婴灵说大灾难来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婴灵太多，是我们造成的。其实是我们来度你们的，来成就你们的。我们后悔，我们自己被堕，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对，当然是他的业力，是他自己的业力，对，是他自己的业力。哎，因缘果报，他们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哦，哎，灾难是他们造成的，啊，他们造成的也是人造成的，啊，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来投胎。人怎么说？你把他杀掉，不是这么？他不投胎，你不就不杀他吗？他来投胎，你得杀掉，那问题来了，不是一个两个，数不清呐。啊，所以我们常常在旅行，你看坐飞机上，看到下面一片灰秃秃的阴霾天，我们啊，对对对对，哎对哎，一片灰秃秃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冤气。就是这些小婴灵的冤气，对，还有小婴灵，还有动物，还有动物。哦、你说每天杀多少动物？啊，动物也是一条命啊，他也知道啊，他不是不知道啊。你杀他，他也报复你啊。我们中国古人，古老的时候，啊，是我们上一辈子人传给我们，那杀猪的啊，啊，他杀猪的时候。他不是天天杀了，啊，杀猪的时候先给他念咒，啊，滴着猪的耳朵告诉他：“猪啊，猪啊，你别怪呀，你是人间一道菜呀，他不吃了我不宰呀，你向吃的去讨债。”他把责任完全推给吃的人去了，这话是真的，以前屠夫都是这样的。啊，推卸责任啊。所以屠户干这种行业他也害怕，也提心吊胆，他也害怕。当然呢，你看唐朝的张山河杀牛的，黎明宗时临终的时候他还很清楚，他就看到很多牛头人来逃命，大叫救命啊，好多牛头人来了，他的机会好啊，缘分好啊，他在喊救命的时候，刚门口有个出家人从那经过，听说里头喊救命，到底什么事情？去看一看。啊，在救命，什么事情？好多牛头人的时候问我要逃命。那就是那些牛都是被他杀害的。啊，被杀害的众生。那被他杀的，哎，来逃命的。这个法师就拿着一把香，点燃之后，交给张山虎，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大声的念。啊，念了几声之后的时候，牛头人没有了。他告诉大家，牛头人没有了。哎，再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那他的福报也很大，很高啊。你得能遇到这样姻缘，啊，就是啊，造这姻缘，哎。所以那个牛头来讨债的时候，那个也了不起的。他没有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不会叫啊，和尚就不会进来啊。你想想看，这一连串这些关系，这牛也是来成就他，对呀，牛是成就他的啊。哦，那成就他，他晓得了，他忏悔了，他感恩的时候，他也要超度那个牛，那些牛啊。哦，你看这一连串的啊，所以人他不是一桩事情，不是单独成就的，他是群体合作成就的。啊，所以在佛法里的时候，你造极重的罪业，无逆是我造极重罪业，你的一口气还没断，你就有忏悔的机会。你真正能忏悔，真能往生呢，啊。真正忏悔，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你要真心，那对佛要真心，你怀疑不行，
那怀疑的时候，疑把你的性完全破坏了，所以不能怀疑。啊，现在学佛最难的，信心不容易建立。信心不容易建立。因为你从小你所接受的教育，你所听到的，都是叫你怀疑。怀疑一切。对，没有人叫你诚信嘛。不像古时候，像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做的教育，对任何人都是诚信。诚信。诚信，没有说怀疑人的。啊，没有听说哪一个怀疑某个人是坏人，没听说过的。现在从小就教小孩，不可以相信别人，都是坏人呐、啊，他会骗你啊，他会把你拿去骗你去卖掉了。他都是这样教法啊，这是圣贤教育、宗教教育里头最大的障碍啊！圣贤教育、宗教教育讲心性的学问，一定从真诚、恭敬下手。那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沉静心，佛菩萨来教你都得不到利益啊，你都得怀疑啊。师父，这个沉静心应该是对每一个人啊，对，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蚊虫蚂蚁都沉静哦，对树木花草都沉静。对，说树木花草都要沉静啊。当然是啊，树有树神呢、啊、花有花神呢、啊，草有草神呐、啊，草也有草神。对呀、啊，那小草也有神。小草有啊，所以就那师傅，那草木它有灵性啊。有灵性啊。哎呦，那我们经常是草坪的时候，我们经常从那儿就踏过去，不应该的。那从那踏过去还好了。啊。哎。啊，那佛家的戒律，清净比丘啊，不踏生草。生草是什么？生草就草长得很活泼的，你就不应该踏它。有路的话，你不应该踏；没有路可以。如果这里没有路，我们可以从这个草场经过；如果它有路，你得拐弯绕路去，你不能踏草。你踏草对它不恭敬。哦，那我们人经常人家那个草坪啊，不是不让人踏进去的。我们经常为了就是不要绕路嘛，然后经常偷偷就从那儿，经常是干这种事情。不错。这是错误，不可以的哈！以后我不啊，这个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哦，因为它有灵性的，有灵性啊、哦，我们不可以这样的。哦、对，所以你对他恭敬，他对你也恭敬。啊，你爱护他，他也爱护你。啊，你欺负他，他有的时候还来报复你。冤冤相报。他说：“感恩师父这么大岁数了，这么慈悲，把讲经都提下来。”经都停下来为他们做这期节目，他们说他们感恩的不得了，他你看他们都有感恩的心。对，我觉得我人很惭愧哎。对，连树花木草木都有感恩啊。你看我在澳洲，我们这个停车场的两棵枇杷树、哦、哎，这个树神往生都来感恩。那、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在那里十周年纪念嘛，他听了十年经，在念佛堂念了十年佛，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十年的佛，对，枇杷树神，哎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对，哎呦，他都有感恩的心啊，对，是啊，你怎么可以轻视他呢？啊，不可以。他说我们人太，他说我们的孩子太多太多，他们说他们自己、他什么孩子太多太多，几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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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数字，要用数字，你们人间的数字是没法说的。他说为什么，他就提了个问题哈，师父，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听经，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家里很多学佛的人家里头24小时的播经供养，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听经呢？因为你们
你们大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看着你，你们表面是坐在那看那个听着那个经呢，其实心里早就飞到别地方了，心里头已经就妄念纷飞了。所以说，我们也不愿意听经，那你们也不好好听，那我们更不好好听经，我们就喜欢看电视了。所以我们一切都看着父母怎么做。这些小英您错了，错了是吧？哎，啊。这个个人修的是个人得到的利益了，哎，他们不听随他们去，我们有机会要真听啊。哦，哎，不能说他不听我也就不听了，那我就错了，耽误他自己。对，不错不错，我听经，我修行，我成佛，与他们不相干呐。哦，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两个树神。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学院确实出家人没做得好样子，不是真正修行，我清楚得很呐，哎，你看鬼神他很认真，他真修行，他真成就了，啊，我们就造了罪业，将来堕三途，人家到极乐世界就做菩萨去了，啊，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我们要学好样子。别学坏样子。嗯，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不好好听经的，你们不要学，你们听师父话要自己好好的，不是要自己学，自己要听经，要等你明理了，对，你那个哎，你将来上极乐世界做菩萨做佛了，再回去度你那个妈妈，对你那个度你那个不听话的父母，对，不错不错，这就对了。那我请教师父啊，就小婴灵他那么小，他怎么能听懂这个经呢？就是我们大人都很难听懂的，因为我听说小婴灵他就是他的记忆就是执着在他那个堕胎的那个就小孩子那个记忆力当中。那您说我们如果让他听经，他能听懂吗？他的记忆力好。他的记忆力好，小孩的记忆力最好，是吗？哎，一个小孩在10岁之前，哎，他理解力不还太高，但是记忆力特强。哦，所以我们中国从前教儿童啊，你看，都是叫他背经。哦，背经。嗯，叫他背啊。啊、哦。哎，背什么经呢？啊，所有应该他一生要知道的，统统要背。哦。哎。你看，从这个上学，大概是6岁上学吧，6、7岁，到11、12岁，把所应该要读的书全都背熟了，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哦，因为他记忆力好。对，记忆力好啊。哦。啊，所以13岁上太学，那就是中国从前没有中学，就是一个私塾这个。什么叫太学呢？太学就是现在大学。大学哦。哎。当中没有中学，所以中国只有两个阶层，啊，一个就是家学私塾，哦，哎，然后你参加考试啊，家学大概是从6岁到12岁吧，6岁到6、7年，哦，啊，六七年的时间就专门叫背，啊，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些东西都要背的，啊，上太学的时候老师就天天给你讲解，给学生在互相讨论。没有书的，我说书都会背了，老师也会背，学生也会背，而且背的时候呢，第几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记得很清楚。啊，背到这种程度，这读书快乐啊，啊，不需要书本的，都在脑子里啊，都在脑子里的。哦、那讲经教学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啊，学生都不会多了，带10几20个学生，啊。你看，但这是韭菜的时候游山玩水，啊，到哪里坐下席地而坐的时候，那就教学讲经了，就给他讲啊，讲的时候同学提问呢，来研究讨论呢，没有书籍的，不带书的，那不需书，不需要，都背，老师也背过，学生也背过，哎呦，你没有背过的时候，你就不能参加他的，那个你就没法去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师父，这也太妙了啊！对啊，你说这中国传了几千年呢，这老教育都是这个方式啊。老祖宗真有智慧啊！对，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跟老祖宗比，怎么比都比不上啊。
哎，他们那个功夫真做得踏实啊。啊，89岁，讲经、教学、引经据典，不要查资料啊，他都在脑子里头啊。不用查资料。不用啊，全部都是10岁以前，电梯打的十岁以前10岁全部都背对，下来。不错不错哎。哦。哎，所以小孩记忆力好啊，所以英灵他记忆力好啊。英灵他记忆力好。当然是啊，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学了多少东西啊？啊，他也是生生世世的。对嘛，他又不是一次次来的嘛，所以决定不能够轻视嘛。啊，他非常聪明的，非常聪明。哎呀，非常聪明，他不是不懂啊，真懂啊。他说：“不要轻视我们，灾难来了，全是我们制造的。昨天还有很多人听不明白，今天，还要讲惩罚他们。他们说这个节目做完了，灾难能化解很多，是这样的吗？”师他傅。是，正是这样的。哎，因果事情很难讲很难讲哈。如果这种节目播出去之后，大家看到真正相信。不敢再做这个恶事了，这个就能把灾难减轻。如果看了之后，这是迷信，啊，这是一些迷信的人造出来的时候吓唬人的事情，不要去听他，那灾难就化不了了。那就麻烦了，啊，对，是师啊，傅，那就糟糕了，哎，太麻所以烦了。现在这个社会呀，难呐，真难呐。啊，好事没有人相信，还要批评你，还要说你是造谣生事。啊，所以今天这个灾难情形，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很多不能讲。讲的时候你妖言惑众，啊，你在制造社会动乱，可是你这电个罪视，名很重啊。师傅，那可是电视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哪里有对。灾难？那是爆出来的新闻，媒那体天天天媒体啊，那是已经爆出来的，啊，那个可以啊，啊，说预言明天有什么灾难，没有人相信啊。今天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学科学的，我认识人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啊，他们决定不相信。人可以能够预言未来的事情，他不相信，哦，科学家都不相信。不相信。科学家预言是有可能，不能断定。啊，有可能。啊，可是真的有预言，说得很准确的。啊，现代，就是近代的这些量子力学家。他们提出来，不可以轻视这些族群土著啊，他们那些祖先留下来的那些文化，啊，它不是迷信，里面有很多非常高明的东西，啊，比如说预知这个能力。哦，土著可以是哎，吧？对呀，对呀，为什么它可以预知呢？是他所以现代科学家说的是，他说人类应该有一种本能。哦，本能。哎，他的本能没有丧失，啊，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本能是什么呢？他的心比我们清净，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忧虑、妄想比他多，他比我们少。所以科学家讲本能的时候，并没有解释啊。很多人问我的时候，道理就在此地：你的心越清净。你就烦恼少，烦恼少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所以讲有第六感。第六感。哎，你能够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哎，确实有这种能力。啊，那有禅定的人是就肯定的，对，他不说。啊，我曾经好像昨天没有提过，我在哪里讲到过？我出家之后就开始讲经，所以请我讲经的人很多。
在台北有个年游念佛团，团长王天明老居士，他做过中将。中将。嗯，将军。哦，将军和中将，哎哎，是高级军官。抗战期间，他住在江西，啊，住房在江西。他说他附近那里有个老道，道士，啊，平常也往来，也熟。有一天，道士告诉他，叫他赶快搬家，在这个地方三天会淹大水。哎，因为都住得很近嘛，他就派个人看道士有没有搬家。哎，结果道士真搬了。哎，他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就一丝毫迹象都看不到，没有迹象是会发大水的样子，一点迹象象征都没有。就到第三天果然发水了，山洪爆发，那个地方就被淹了。这道士他怎么知道的？啊，还有一桩事情，有一天老道告诉他，他说在某一个方位，距离我们大概有几千里路那个地方，爆发战争。啊，战争很惨烈。他们将军嘛，去查嘛，查不到，没这个事情。可是三个月之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哦，哎，那个方位居里呀，就是那个老道家的。他怎么三个月之前能够看到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啊，很佩服他，不可思议。那个老大有定功，定中看到的。哦，定中看到的。对，定中啊，定中，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定中的境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他能看得见，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那这个科学家不承认，那你拿不出证据啊！啊，可是事情爆发的时候，人家说的准确，没错。啊，所以最近科学家讲研究念力，啊，这一派的时候承认人有一种本能。啊，这个本能的时候确实可以预知，有预知的能力。啊，他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迷信，所以不可以轻视传统那些老东西。最近科学家才提出来，啊，不敢轻视，对，有道理。他说：“让我们不要有所顾忌，要。”敞开讲，要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想想我们有多苦。没错，这样的机缘以后没有了。不错。今天我们他们说，昨天他们我们无比的欢喜，还哪有一个高僧大德是为专门为我们小婴灵做节目的，我们特别感恩。说人类，你们表面上看是访谈节目，实际上是师父老人家大慈大悲为我们婴灵做的专场超拔法会，至诚的感恩师父。说你们修行人不如我们听话，老法师天天讲经就是在超拔你们，你们没有感恩心，你们太麻木不仁了，你们不乖，我们乖，因为我们听师父的话，从今以后我们会天天念佛，时时念佛，以至诚恳切的心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给师父顶礼，给所有关注这个节目的人们顶礼遍叩阿弥陀佛。好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啊，是一桩大事啊，所以我们对他很重视。那我们讲经，每一天两次讲经，讲完经之后，都给他们回向，对，都给他们回向。嗯，因为你想，每一天杀害的多少？啊，世间为什么会有灾难？灾难是众生。
业力感召的，不善的业，就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论，不善的行为所召感来的。啊，《楞严经》给我们讲的，贪心召感是水灾。现在水灾里头最可怕的海啸。啊，我是前几天有一个同修找到了一片这个日本大海啸，就是今年3月11日，他们是从很多新闻报告把它放在一个光碟里头，大概2个多小时，啊，各地方的报道很详细，你看起来真可怕啊，比美国拍的那个电影《二零》呢还要可怕，那是人编辑的，对，这个是真的事实。哦，啊，这是他们从飞机上拍下来的，啊，真的事实，啊，非常可怕，而且是海啸只有10米高，只有10米，啊，如果是有个大海啸。30米以上的那就不得了，可不可能呢？这非常可能啊，这水灾啊，怎么来的呢？贪婪的，现在是对，是啊，贪婪无厌的，现在贪心的没有止境的，这得了吗？现在世人哪个不贪呢？嗯，都在贪呢。对，是啊，就是讲、啊、都在贪呢，就是讲啊，不是贪名就贪利，就是、对，是啊，所有都在贪啊，对，是啊。所以这个赶得来的大水灾啊，地球海水上升，远海的地方将来都会淹没，是吧？这是贪带来的灾难呢、啊，嗔恨带来的，那地球温度上升，这属于火，火山爆发。那是因为我们发脾气吗？啊，对。哦。哎，你每发一顿脾气，你就要觉悟。我替这个火灾的时候啊，添了一份分量在里头去了。有责任呐、啊，起心动念呐、啊，都有啊。你这个事情多可怕！哦，起心动念都有啊。对呀、啊，你一念嗔恨心，就敢惹的火灾来了。啊，这个贪婪在这个。大海啸怎么来的？肯定是海底火山爆发。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上超级火山，最大的火山，超级火山，有10几个，在海洋底下。啊，露在外面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美国的黄石公园，这是露在。地面上的这超级火山啊，科学家估计这个网络上报告的，美国报道出来的啊，科学家估计的这个火山如果要爆发，火山口多大呢？直径45英里，横的35英里，你就想想多大，英里也不是公里，火山灰喷上去的时候20公里，20公里，现在国际航班啊，你从太平洋飞到美国的只飞10公里，哦，10公里，对，10公里，它20公里在当中，那不能飞嘞啊，没有啊，你说这个火山灰跟着地球啊这个旋转的话啊，这一周的时候那就是就在地球上画了一个圈了，这个圈的时候估计是3个月到1年3个月才消失，就才沉下来啊，这个灰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当中，在这个圈里面看不到阳光，见不到阳光，见不到阳光，你说1年3个月见不到阳光，动植物都不能生存，这个灾难多大啊！
黄石公园真的一爆发，美国就完了。啊，黄石公园什么时候爆发呢？科学家说，每一天都有爆发的可能。这是科学家说的。对，我在那边住过一年多，我了解。哎，那个温泉的水烫烫皮肤啊，受不了啊。那很高的温度。很高的温度，很高温度。啊，所以他的栏杆拍得很远，距离很远。你可以到那边去参观，你可不能碰到那个水，太热了。师傅，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叫水英灵呢？因为它在胎胞里面。哦。胎胞里面完全是水嘛。羊水。羊水对。哦。它没出来嘛，没出生嘛。哦。你就把它杀掉了嘛。所以叫水英灵。啊，对，叫水英灵，是的。我超度每一天的时候回向。也都用水银莲，全球的，啊，天天回向，每一天多抬多少啊，不得了啊！哎，每一天总有十几万呢、啊，你是怎么得了？天天增加，啊，一年5000多万，2年就1亿，不得了。这是杀人呢、啊、这不是杀动物啊。哎呀。你说人每一天杀这些动物杀多少啊，这是杀人。这地球能没有灾难吗？不可能啊。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我父亲是军人。啊，管枪械管武器的。哦。军械官。哦。那你晓得我们拿枪就很方便，拿子弹就很方便。啊，只是管这个事情的嘛。啊，所以我们从小就练习打打猎。啊，我记得我好像17岁、18岁，年年。每一天平均打10发子弹。哎呦。天天打。打小鸟啊。哎，打鸟、野兽。哦。那打猎打了2年了，造业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一学佛，看到《地藏经》的时候，马上就回头。啊，放生呢、啊，忏悔呀、啊。啊，立刻我就把这个采取素食，这个荤就断掉了。就肉再肉就断掉了。26岁啊、哦，我明白了，我做错了。这叫回头。那回头啊、哦。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供养，用在印经书是第一份。另外就是放生，放生是积极的帮助众生。积极的帮助众生。对，不错、哦。你看到他被抓来了。他要被杀了，看那个样子还能活得下去，我们把他买来放生。嗯，如果奄奄一息那样的那就不需要了，那就不需要了哈，那不需要了、哦、那他活不了了、哦、所以你要看看他能够真能活下去，一定要把他帮助他，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有个念佛给他回向，给他做3皈依啊。那我第3桩事情呢，就是帮助贫苦，这个医疗，啊，这个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放生、啊、素食啊，这个帮助病苦啊，都属于无微不至。无微不至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我们没有求果报，我们只求忏悔。年轻不懂事，造的这些杀业。师傅老人家，我就深有感触。85岁高龄了，每天走路的时候蹭蹭，我们都跟不上。然后那个皮肤，我就跟很多那个明星说，他们花几千块钱买一瓶那个3000-4000块钱买一瓶这化妆品。我说你们再买这化妆品也不行。我说我们
师傅老人家那个皮肤简直是太好了，相由心生。我说，真是你光靠外边不行，再一个还有吃素，那身体那么的健康，那么的，真是常人是。所以你我把在这这里个化买化妆品的钱放拿去帮助医院里头穷苦的这些病人，他们买药都没有钱呢。是啊。哎，应该帮助他们呢。哎，多放生，决定有好处。多放生绝对有好决处，定那好吃处，素也是对，一是样的好哈，处，不是，错。哎，素食好啊，素食好哈，好。所以我们现在都自己种菜。啊，你看这十几年来，我在澳洲自己种菜，那很香吧，师傅？您很自己种菜有味道呀。香，啊，有味道，不错。我小时候吃那黄小西红柿，我是东北人，对，那特别香。没现错，在什么不都错，没现有，在味香道没蕉有什了，么都，水味果道什没有了，没有了。就土质变了。现在土质都有毒，它有农药，有化肥呀，使用太多了。我们不使用农药化肥啊，但是它里头还是有农药化成分，它别的地方过来的，别的地方对呀，但是比较好一点是，哦，我们自己绝不用这东西。哦，哎，这种东西种的都很好，比一般好，但是比过去5、60年前比不上。以前吃的东西有味道。是，现在味道都没有了。师傅老人家，我是东北人，我们北大荒那个黄土，就黑土地呀，真是，我小的时候一钻能钻出油来。对，所以你讲那种土壤生出来的植物对有多好，对，现在没有了。那师傅老人家，我想问您一下哈，就刚才我念的这个信息，可信吗？怎么能让大家相信它呢？可信，可信，是真的，啊，一点都不假。啊，比如说，你曾经说过，有个法师看到你，后头有4个小银铃。对对对。人家怎么会看见？啊，而且能够有这种能力的人，不是他一个，很多，外国也有。外国人也有。有，日本都有。哦，啊，因为这些事情，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问他们：你们这个条有没有一些通灵，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都有，他们都可以看到的。对，哎，可见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哎，确有其事，那你不能不信，不能不信，不能不信，那师傅老人家，我先请教一下您啊。这个堕胎和灾难的问题，那首先呢，要向您老人家请教这个堕胎和灾难的关系。我们知道，堕一次胎就等于杀一个人。对。那现在一年堕胎的人数是5000万人，10年就是5亿啊。对。那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堕胎可不只是10年了。对。从90年开始算嘛，到现在也就是10亿了。对。那佛教中，说有6道轮回哈，不错。那5亿的小婴灵宝宝们，他们到底在哪里呢？他们现在多半都在中阴的这个状况当中。中阴是什么？中阴就是他没有到任何地方投胎，没在6道里头。啊，在6道里头。在6道里头。啊，在6道时候，他没有去投胎。哦。哎，他要来报复。这个仇恨太深了，它比一些其他动物更灵，更灵。对，那些动物的时候都要报仇，你吃的这些鱼虾的时候都会来报仇，你杀的这个小孩，那灵性比他高多了，他能不怨恨吗？他能饶过你吗？你想想看，啊，所以他说灾难是他们制造的，这话讲的真的，一点没错啊。哦，是真的。那当然是的，这是，数量它不是少数啊，这样庞大的数字的时候，你还敢做这个事情吗？真的不敢了。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哎，这灾难的因素很多啊，这是第一个因素。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哦。你看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这佛讲的，啊，要想避免这个世间的战争，叫刀兵劫。刀兵劫。哎，刀兵劫就是战争呐。战争。哎，如果要是避免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嗯，它只有一桩事情可以做到。除非众生不食肉，就是哎，所有众生，这个人呢，所有世界上的人，他永远不吃肉，都是素食，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师父，那就说不吃肉，就等于就别杀生呗。啊，对，就不杀生，不能杀那些动物。哎，对，不杀生啊，哦，就不会有战争啊。那战争的或这个灾难从哪来的？吃肉来的。杀的太多啊，现在这个大战争，你杀人杀这么多啊，你没有理由杀他了，你怎么杀这么多啊？太残忍了。那这还得了吗？啊，现在人敢呢，他敢做啊，他不相信因果啊，他不相信有来世啊，认为人就是一生，这一生可以胡作妄为，我就这一生死了就没有了。死了要真的没有了，佛就不会传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啊！死了就不得了，就不得了啊！那是真的。为什么您这么说呢？死了就不得了呢？你跟众生结多少冤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学了佛之后了解了，我们把自己修学的功，所有功德都回向给他们，回向给我们。对，这些是冤亲债主，不错，有意无意伤害的，所杀所食。对，不错不错。啊，那也包括生生世世父母。啊，包括生生世，包括生生世世，所有缘的众生。不错不错，所有有缘的众生。对对对，不错哎。啊，那有缘的众生太多了。太多了。数不尽啊！师父真有鬼神呐、啊！有，确实有，这一点都不假。那很多人看说，有的人说，就是说有通灵的人，他说能看见很多你身后站了无量无边，说从这儿能很远很远，好像很多很多无量无边数不尽的那些不错那些众生在跟着你，那每个人都跟着，那很挺可怕的，是很可怕。他那为什么要跟着这个人呢？那他跟着就找报复啊，找报复，找这个机会呀、啊，找机会，对，找机会，找什么样的机会呢？这机会是他能够找到，在什么条件之下，他能够来报复你，他就在等呢。啊，人在做好运的时候，他没办法。啊，做好运的时候，你有光。你有能量，它不能贴近你。到你运衰了，你好运走完了，人的运是五年一转了。五年一转。五年一转。就五年的好运。你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有最坏的五年。哦，那太可怕了。哎，到最坏的五年，这些东西都来了。这就是机会。啊，对，机会、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啊，所以不学佛真的是麻烦呐、啊。学佛之后，对这些事情慢慢逐渐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如何把它化解？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不会再跟人结怨，但是有怨要怎么化解？啊，方法里头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念佛，念佛，啊、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就念阿弥陀佛，得念阿弥陀佛。哎，用真诚心去念。啊，我们自己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把这功德回向给大家。一心一意的念，一心一意就没有别的念头了。啊、没有别的念头，别再惦念，有孩子怎么样？哦，对对，不错。工作怎么样？通通放下，通通放下。那叫一心一意念佛。一心一意，这个才有感应。啊。如果夹杂还想东想西，
把你这个功夫就破坏了，不纯。那没有用的是吗？还是有用，不纯了。不纯了，不错。哦。对，是掺着杂东西在里头，不纯。那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没有清净心念佛，就是像您说，没有清净心念佛的时候，还夹杂，那么我们自己不得不了利益，更甭说回向给人家，人家更得不了真实的利益。没错，没错，因为你自己没有真实的利益。对，不错，他在旁边等机会来整你，来报复。那如果我们晓得这桩事情的话，逼着我们真干。哎，他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不是他逼着我们不肯这个。啊，我在旧金山碰到一桩事情，有一个干闺岁以后他出家了，啊，那个时候他在大学，在学校工作，啊，他是博士学位，在学校工作，母亲学佛。啊，父亲在抗战当中阵亡，啊，他是一个军长，啊，他在旧金山租了一个房子，啊，距离上班比较近一点。这个房子是鬼屋，鬼屋，嗯，每天到12点的时候，鬼就出现了，啊，出现是青面獠牙。样子非常难看，他看得很清楚，就面对面的，啊，伸出爪子说要他命，啊，是他的冤亲债主要他命。他说那个他一出现的时候，这房子奇臭无比，就是这个鬼啊，鬼身上非常臭，很难闻，啊，他就念这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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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念。距离大概5-6尺，他就不进来，不念呢，他就往靠近。啊，念的时候呢，他大概就是5-6尺的样子，去这么样的距离。念到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他就走了，就不见了。每天晚上就来，告诉我，我说你为什么不搬个房子呢？哎，说不要搬，很好，他逼着我念佛。这个难得了，啊，这个女孩子胆大，一般人都吓死了，吓死了。她胆大大，她说她是我的增上缘，我不搬，我就天天晚上的时候，她逼着我，我就这佛教就念到底，念得很专心。哦，这人挺了不起的。了不起，这个小孩子非常诚实，不会说假话。人家真是诚心念佛啊，对，然后这众生来成就他了，啊，对，这成就他。哎呀，啊，他说真可怕，其味难闻。人家也不惊不怖，不管他，不理会他，就一直就一直念佛，不错，就一直念佛。那他的定力很深，啊，对，是啊，他不念他就靠近，是啊，他一念他就好像就挡住在路上，他不敢进来。啊，就是一句佛号功德。以后我听说他出家了，哦，他出家了，对，不错，在台湾出家了。这真有鬼神呐，啊，不是假的。那师父老人家，我想问您，就婴灵，就小婴灵宝宝们想这报复堕胎的人，就报复他的父母，对，那会有哪些表现呢？他真能控制一个人吗？能，而且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个。他是一群，他是一群，一群，一群，为什么呢？对妈妈很怨恨的心。哦，那师父就是，比方说有些车祸呀，还有些就是生病啊，尤其母亲会生病，然后呢，就是有的人脑子稀里糊涂的去干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对，不错，都是他们在干什么。操纵的，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有力量。可是我们想象哈，我们人想象，师父，我就我这笨想，我就想他那么小的一个小生命，他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没错，能量不可思议。
能量不可思不议。可思议，而且说它不是一个，它这个群体太大了，数不清呢。你您说是，力量加起来多大？那师傅，您说这群体，比方说我是造物作业，那对，我堕了4次胎，那这些4个小婴灵会带着很多那别的，没错，是这样是啊？这样的。你哎呦，看，那太可怕你了！今天的时候，你看着它整个这个我们居住的环境乌烟瘴气，那就它的怨气啊。我讲的是很多人不相信我相啊，信。这些怨气什么？是叫这地方的居民啊，头脑不清楚，糊里糊涂的。这就是他们制造的，糊里糊涂什么，全干坏事。是让父母糊里糊涂的去邪淫到对，外不边错，儿。你好的东西、善的东西你接触不到，你接触你不相信，对他没兴趣。然后这小婴灵控制你，他控让制，他的父母去造外面造没罪错，业。没错。哦，他有这么大的对，能量，是师傅，啊，真的。所以麻烦就在此地啊。我们天天讲经，他们能听经，能够领悟，慢慢知道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不是一时的事情啊，那何必呢？经听懂了，听明白了，他就会回头了。所以讲经的这个地区就比较安宁啊，什么呢？这犯罪率少啊，常年讲经这个地方犯罪率就少，因为人只要明灾理。难少，哦，灾难不少。错，人民倒不见得了，这些鬼神在听啊，哦，他们在对，听。他们不作乱呐，他们不再报复了。那就好多了，人要是能接受，那就更好了。师傅老人家，我请教您一下，您曾经说过，就是说现在人成就的很少，那鬼对，神成就的多，他们怎么会比我们有智慧？他们怎么会能就听听一下他就明白了？人家就求生西方极乐世，鬼神有五通，有五通，那五通都哪个通呢？师傅，天眼通。天眼通。我们看不见，他看得见；天耳通，他心通。我们心念头想什么，他都知道；哦，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我们人想什么，他们都知他们道。知道，他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哎，宿命通就是说，这个过去、前世的事情，他都知道。就是我们大人前对，不世的，错，他们知对道。对对，前世的事情都知道。那就是他跟我什么缘分，他都对，知没道。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五通这么。对，是的，而且他们来去速度很快，他们靠什么呢？是说靠靠什么？灵，他靠车什么吗？他不要车，不要车。他他们交想通到工哪里具，就到哪里，那他的交通工具是他什么不呀？需要交通工具，不需要交他通。没有障碍。心里想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那他灵魂就飞到那儿了。对，不错，他没有障碍。哦，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哈。身体，对，不错，所以他没有障碍。他想到那儿就到想那儿到哪里？所以我们想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来了，有感应。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想他，他就来了。那我当初我是祈请他们全世界的堕胎小婴灵的宝宝来，那他们一定会对，来的。会来，那我这一个起心动念，我没这错，念头一动，他们就知道了，对，不错，接受这个信息，他们就飞对，来不了。错，不错，不错，他们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概念，对对对，不错，是我们人类的不错错，觉，不是错，吗，师傅？时间、空间都没有，时间、空间是，对，不错，都没有，他们对他们都没有，都没有，不错，我们人是有障碍不的哈。错，不错，觉得还得坐飞机不错，是啊。从还走到来到这儿，然后下了飞机还得坐汽车，没对，有汽不车错，根本，哦，不错，他们有五通的，对，小婴灵也五通。有梧桐，那刚才师傅您说那个阴霾天气哈，有些人
有些明白人，很多人都说说，那个就是现在最近的天气都是，天都阴沉沉的，阴森森的，对。然后是都是很多人说是被杀害的婴灵小宝宝们怨气太深太重所造成的。刚才您也说了，但是大多数人不认可，他说你们瞎说八道呢，这是大自然的现象，说是空气污染，没错。请问谁说的对呢？说我们是迷信。啊，说我们是迷信。对。必须等科学家慢慢再解释。那他们相信科学。那师傅确实阴瞒天，阴瞒天是这些我们杀过的动物，还有我们堕胎的小婴灵宝宝们在天空。没错。啊。没错。制造的这个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气氛。对，不错。外国人说磁场。确实那个磁场不大好，不好。确实不大好。你说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抗战那个时期期间，我们是学生，十几岁，那个时候真是蓝天白云，是，无论到哪个地方，心情非常舒畅。现在没有了。师傅，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小星星了。啊，对，是好久。有一次，我忽然间上东北，就是靠近很边境那地方，那些小城嘛，小城镇。忽然间晚上我们拍戏，我一抬头，呀，我说天空这么美，那星星好像我能伸手就能摘到。哎呦，我说天气，哎呦这样的好，然后那个蓝天白云那种，哎呦，我说真是太美，很久我们都见不到了。那都是这些怨。没错，越是偏僻的地方，杀生什么都少。造业也少。对对，还能保持也局部的现象。啊，越是都市越糟糕。那师傅，那我想请教您哈，按常理来说呢，我们可以杀死小胎儿，堕胎了。那反过来说，小胎儿能杀我们吗？能。他怎么杀？他叫你得病，啊，你要得一些癌症，不治之病，他用这个方法，啊，待会的灾祸，他在那里安排，在那里制造，啊，我们意想不到。那我们很多的堕个胎的那种，太多太多人了。现在对，几乎是，是人很少有妇女没堕过胎，太对少是，太少了，对是很稀有。说这人没堕过胎，那我们都觉得哎呀，真了不起，没堕过胎。那这些人，那简直惨了，师傅。对，现在人跟从前人不一样，啊，不要说多，三四十年之前的人，堕胎就很少。这是现在社会风气，社会的风哎，气。谁在教呢？媒体在教。所以我跟凤凰刘长洛，刘长乐，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在他办公室里头，我就告诉他，现在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可以拯救世界，可以毁灭世界。他说哪两种？我说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个就干你这行的，媒体。对，你每天在播什么？你在叫什么？这个得不能不负责任呐、这影响的面波及的太广对呀、了。你在叫人叫这个社会，你叫人干什么？你要不要负责任？叫杀盗淫妄啊！对呀、啊，啊，从小孩。现在小孩没人教啊，睁开眼睛就看电视，是。他通通从电视上学来的。啊，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看网络，他就从这上学东西。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世界怎么会不乱？怎么会没有灾难？
啊，真正好的节目不准播。他们不愿意播什么？不能赚钱。我跟长路讲啊，我说我们有一个电视台，没有拉人家广告，没有。哎，也活了不少年了。什么电视台，师傅？华藏卫星电视台。哦，华藏卫星电视台。对，是哎。这是哪里办的？是台湾的。台湾哦。啊，我们有6颗卫星呢，覆盖全世界。哦。他们里都播放什么？啊，我全是我讲经啊。哦，教化人心、啊。24小时不中断呢、啊。每天人在受教育啊，多好！24小时都不中断。不中断了、啊，华藏这个卫星电视。哦。24小时。24小时，对。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在亚洲是2颗卫星嘛，所以很容易收到，啊，全球能看到，全球都能看到，看到世界各地走到哪儿都能看见，看收看他们的，那他们功德无量啊！啊，对，是啊，啊，那太好了啊，没有问人家要一分钱，只是在荧幕上打出了个什么、啊、那个银行账号的号码，哎，就有人寄给，哎，对，就有人寄钱来呀、啊。啊，维持了快到10年了，真了不起！你看，我们是03年元旦开播，啊，3、4、5、6、7、8、9、10、11、9年了。哎呦，那得度化多少人呢？啊，就是讲啊，哎呦，这好事情啊，真是太好了。我说不必去拉广告啊，也能够活下来呀、啊。啊，如果像这样的电视台能够多有几个，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向善的人还是不少啊。是。啊，大家拿一点钱支持这个电视台啊。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些人支持的话，那这个电视台就倒闭了。最先他们做这个东西，我不相信啊。花钱太多 啊告诉我筹备这个事情啊，元旦开播，03年，他们是2个星期之前才通知我，我都是惊讶，这怎么可能？我说好吧，看看你能不能活1个星期。1个星期过去之后，好看能不能活半个月。半个月过去了，我说好，看你能不能活3个月。哎，居然活了这么久，是不是？我说不容易，啊，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哎，喜欢看这个节目的人还真有。师父，这是天意、啊。哎，还真不少。啊，为什么不这么干？就如果是国家，用国家的这个电视台，每一天的时候。能够有这么一个频道，专门讲伦理道德，啊，专门播宗教教学。这个社会，我想只要1年就安定了。啊，人，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人是很好教的，就是没有人教他。人都想学好，不想学坏。但是没人教他学好。是，师傅，我曾经拍了一个电视剧叫《4号女监》，然后我要去那个监狱里头拍戏嘛，所以跟那些女犯们，那些都是无期徒刑以上的那些人，我们在那里拍戏，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犯罪是从哪儿学？电视啊。嗯。啊，我说真的，对呀、啊，全是跟电视学的。就跟你们学的是。是，他怎么说？那人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就等你明星就进来，等你们演员进来，我们就想揍你们，因为我们在教化他们，使他们走向这种犯罪的道路。没错，所以你们造的这个业，将来冤冤相报。哎，还有你记住，无论中国外国，这个有名的电影明星死的都不好。是的，我知道，师傅。啊，这是真的，这叫花报。
花豹是吗？哎，这个果报啊，这叫花报啊，死得不好，后面是果报，果报都到地狱去了，不能造这个业。什么钱不好赚？怎么可以赚这种钱？赚这种钱是都到地狱去的。啊，这是你就亲眼看到了，地狱里的囚犯都要找你们来报复啊！啊，他们要死的时候做鬼的时候，他怎么不找你？他得拉我下去。当然嘛，你害他的嘛。因为他犯罪是因为我教化的，对，不错，我演的，然后他看了，他自己去效仿，然后他去，所以这罪业很重啊，很重啊。但是看的不只是这么几个人呢，对，不错，啊，还有编剧的，编剧啊，导演啊，还有导演的，还有买广告的呀，啊，通通都要一下一把就都拉去了啊，那人太无良无边了，哎。那你们这一伙人在这里干这个事情，害得他们堕落。师父还有写小色情暴力小说的那些作者，啊，没错，这都是在里头，他全都在里头，一个跑不掉，一个跑不掉的，这一网打尽，好可怕呀！你说多可怕？好可怕！啊，这些事情不常讲啊。讲的时候得罪人了，他们也不相信啊。那也要讲师父，他们不懂啊，也帮帮他们。对对，现在我们只讲经，从讲经里头附带讲一点。那我们都看过《和谐拯救危机》，您在节目里说鬼神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没错，那么你们要想看见鬼神，我可以教你们看见您说的，但在节目里头您没有讲，往下讲，您能教给我们，教我们怎么能看见鬼神吗？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有小婴灵的存在。对，修定。修定怎么修定呢，师父？就修清净心。那怎么修清净心？啊，方法很多啊。啊。哎。你说我过去有个同参道友，没出家呢。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抗战期间同学，我们同年，我学佛了，哎，他也正跟我出家了，也学佛了，我们一同受戒，受戒完了之后，我到台中去学这个经教，啊，学讲经，我就要他，哎，他去学密去了，学密宗，哎，学密宗去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个学讲经啊，讲的。邪教群乱，没人相信啊！他说：“我就学密，学密的时候我有神通啊，我说一点神通，人家就相信了。”他真用功，真用功哎！学密入门的时候，先刻十万大头，十万个大头，对，先刻十万个大头，十万个大头，大概一天的时候要拜3000多拜的样子。3000多拜要几个小时呢？要差不多应该要10个小时吧。10个小时，一天啊？对，一天哎，一天，他真用功，啊，拜了一年之后啊，他来告诉我，他晚上能看到鬼神。啊，我给他开玩笑，神通没得到，鬼通得到了。他说是人多的地方鬼就多，人多的地方鬼就 多，白天吗？白天，晚上。哦，晚上。哎，他说鬼神大概是晚上4-5点钟他就出来了，但是很少，零零落落的，到晚上8点钟以后，就像我们人间呢，早晨的时候，大概10点钟左右去，满街都是人。哦，哎，晚上的时候，他说这个8点钟以后，满街都是鬼。他也占用我们这样的空间。啊，对对对对对。哦，哎，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他。他看得见我们。他也看不见我们。哦。彼此互相都看不见。哎，但是有缘就看见了。怎么叫有缘呢？你跟他有特别有缘分，他就能看见我了。对对对，那我能看见他吗？也能看见他。
也能看见他，所以有缘。啊，你想这个，我这个同学他就能看见他。啊，奇怪的时候呢，他还找到个女鬼，前世的夫妻。前世的。啊，前世的夫妻。啊，他鬼他有神通吗？他知道吗？他们还在一起住了几个月。天哪！啊，所以，我为这桩事情，我在台中就向老师报告。啊，我说他是很好的人。嗯。啊，很可惜走到这个路上去了。嗯。老师说，各有缘分。各有缘分。哎，对呀。啊，就没法子了。啊，个人有个人缘分。他父45岁过世的，我常常讲，我有3个同学，我一个，我们3个人同年，寿命都是45岁。啊，那一年真的，2月，有发荣他走了。啊，5月，就是这个学密的这个，他走了。7月我就得病了。所以我就知道，啊，时候到了，啊，我就念佛求生净土。我33岁开始讲经，45岁讲了12年。啊，没想到这12年的讲经的功德延寿了。啊，我病了1个月，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是吧？人家问我，我说医生能医病。不能一命，我是寿命到了。啊，我不是病，寿命到了。啊，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好了。好了，继续再讲经。啊，那么这段事情，李老师也是告诉我们，啊，李老师也非常难得，同学生当中。这个短命的啊，他能看得出来啊，没有福报的，他都劝这些学生发心学讲经。哦，学讲经是求福报最好的方法。求福报最好的啊，最好方法，修福修慧。修福修慧，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哎，学讲经这是最殊胜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所以能改变命运，啊，延年益寿啊，啊，所以老师教我这个，我真接受，我就真干了，啊，而且真的契入这个境界，乐此不疲啊，啊，初学佛的时候年轻啊，晚上经常通宵不睡觉的。啊，读经拜佛，啊，真一欢喜啊！啊，讲经的时候碰到难的地方，没办法，这个古人注解看不懂，搞不清楚，啊，经本放下拜佛，拜上3拜，哎，通了。哎呦，哎，他为什么呢，师父？这感应呢？感应。对呀、啊。那拜佛，他是至诚心出来的。啊，对对对，是啊，因为你心地清净啊，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啊，我心里这个经上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解决，300拜拜下去之后通了，啊，智慧现前的时候，写都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是吗？写把它写出来都来不及。写都来不及。都来不及啊！是它这些那个就往上涌一样的，像潮水一样的。哦。师父，这是佛教里说那个法喜吗？法喜，对。法喜，嗯，对，嗯，晚上常常读书，读到天亮，不知道天亮了，啊，时间好像过得很快。那师父老人家，我听您这么一讲，我还是不要看到鬼神呢。我觉得就按照您教我那个方法，就好好去念佛，去拜佛，没错，不管不求这些，不求能看见什么东西，不求因为自己没有定力的时候，可能会吓倒，没错，会吓得，没错，你这一直去做，做个几年之后，自自然然的，就有感应，不要去求他，不要去求他，不要去求他。
我这次想回去就听您老人家的话，就好规好规念矩佛，矩，哎，不错，老师的念哎，佛，要然后听拜经，佛，听经，听经真经你文理，明白道理，然后帮助我念对，佛，你不会疑惑，不会疑不惑。错哦，好，那就听大经简哎，啊，对，就听大经简，好，对，好，就这一门足够了，好，我一定去照对，不做。错呀。感恩您。那我想问问师傅老人家，这个我们大家，我是演员嘛，我也曾经拍过这个《聊斋》的这样的故事，那您说那个是虚构的吗？这个《聊斋我觉得它不是虚构的，》不是虚构的，它是真的，是真的。真的。蒲松龄，你看他写《聊斋》的时候，他自己叙述的东西从哪来的呀？他先摆下好酒好菜，在下三岔路口了呢，等着行人走过，啊，那个时候走路都是走路，顶多是骑马，这乘轿子嘛，啊，到这个地方来休息的时候，哎，就讲讲故事。你亲身有没有遇到这些神奇鬼怪的故事？讲，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他搜集哎，他啊，收集，哎呦。哎，所以我觉得他的东西是80%是真的，没有虚构的。谁虚构这个干什么？这有什么意思啊？都是亲身经历的，哦，他搜集每个人的亲身经啊，亲历，身然经后历写的这个《聊斋啊，对呀，》。哦，啊，你我说还以为狐下狸的面时候，我也亲自看到的啊，狐狸。对是呀，狐狸精啊，不，我看到不是女的，是男的。哦。哎，抗战期间，我住在湖南，啊，衡山，啊，城外乡村里面，啊，距离这个衡山城呢，8里路，8里路，是一个大户人家，但这个人家没落了，他们家的房子是三进，就像三进的四合院，三进院啊，对，三进哦，院，我们家三院，后头呢有个很大的菜园，啊，只有老夫妻两个人，老父亲，夫妻两夫个人，妻两个人哎哎，哦。他是2层楼房。啊，所以家里空空荡荡的，走进去阴森森的。啊，那个时候我父亲是军官嘛，啊，所以住在他们家里的欢喜，那这房子空啊，好多啊，有人气啊，儿这了有哈。人气了是啊，所以我们就住在那里，住他们之后才晓得说，他楼上十几年没人上过去过，楼梯都拉掉了，楼都封起来了，楼上住的狐狸，那他们家人知道吗？知道。知道，哎，也互相不相妨碍，哎，狐狸生活在楼上走的不声音，清清楚楚啊。哦，楼上走的声音，他们。对对，我们就很清楚，他在楼上啊，我们住楼下了，哎，那个楼的是楼板呢，哎，我那个时候就很想上去，去看看，好奇心。哎，那是那个时候我好像是17岁。啊，我带着手枪，是我晚上睡觉时候枕头放手枪，是是吗？啊，很多人看见狐狸是男的，没看到女的，啊，穿的是蓝布大褂，蓝布大褂，他现人形了。现人形了，但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看清他的面孔，所以他功夫还不到。狐狸完全变成人是500年，500年，对，他大概还差一段时间，所以他的面目模模糊糊的，啊，模模糊糊的，啊，原本这个住的是相安无事，有一年过年，这房东啊，他有个女儿。女儿好像是大我1岁，啊，大概17、18岁的样子。这个女儿的舅舅，啊，也就是她母亲的兄弟吧，到他们家里来玩拜年，是打猎的。打猎的时候，在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
晒太阳。拜太阳。什么叫拜太阳啊？他拜求日月精华了，吸收日月精华。那这也算他的修行吗？是他修行。哦，他拜太阳。对对对，哎，就像我们这样，对对对，不错不错。他在屋顶上拜，他们这些人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哎呀，这打死之后啊，这就麻烦了，恨死了，哎，就结了冤仇了。所以这个狐狸精，这个男的说，就常常找他那个女孩子。他这时候狐狸已经死了，是吧？对对，狐狸死了。这只狐狸，他还有一窝啊，好多啊，他不是一个。就常常强奸这个女孩子，哎呦！所以这个女孩子在家里不敢住，所以我们住的时候就看不到小孩子到亲戚朋友家去住去了，不敢在家住。这他家里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那我们是军人嘛，哎，告诉这个事情，我亲眼看到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相信啊，哎，他就住在我楼上啊。哎，我想上去，我母亲绝对不是不禁止，绝对不可以上去。那您也听话哈，师傅。听话是。这一次，湖南。第二次的时候呢，抗战胜利。那时候我回到老家，在老家住两个月。我有一个亲戚，啊，姓陈，表亲，啊，他做生意的。我们家乡呢出米，啊，是属于芜湖这个产米的地区，大米是吧？大米。那么它有一船，那是帆船，一船的这个米，用麻布袋包的，运到南京去卖。啊，我们的水路是通南京，通长江。上船的时候。就有人看到，好像黄鼠狼一样，从跳板呢，跑到船里面去了。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就找，啊，通通找遍了，看不到，没找到，没找到，以为啊眼睛看花了，啊，所以船就开走了。到了南京之后，一船米没有了。麻布袋里头空空的，一粒米都没有。他们心里就晓得了，那黄鼠狼是真的，不是假的。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得罪他，把一船的米拿走了。就这么点儿？对对对，哎，他就有那么大的能量。啊，在南京玩了几天，再回家去。回家就是。那个米在他家仓库里，他又给搬回去了。对呀，是啊。天哪，他大概是给他开个玩笑，可能是没有什么得罪他，小得罪他的时候，哎，他就来戏弄你一下。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哎，这黄鼠狼。那我们老百姓就管叫黄仙是吧？啊，对对对对，这叫黄仙不错。啊，这个东北叫或叫大仙是吧？对，大仙儿，很多人都供这个。对对对，家里头人很多人供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所以我对于《聊斋》啊，里面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他。师傅老人家，您说80%都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哦。天下事奇奇怪怪的太多太多了。我以前在此地，香港这边有个电影明星，什么名字？早年常常到我这儿来呢。啊，他这些鬼故事很多，都是在拍电影里面遇到的。啊，遇到鬼。啊，晚上在拍夜景，拍完之后，哎，旁边有个小店，啊，卖吃的东西。他们就进去吃，啊，吃完之后付了钱也找钱，回家去之后到第二天早晨吐些乱七八糟东西，非常奇怪，好几个人不是一个人嘛，说这怎么回事情啊？啊，再回去找找看，坟墓那个地方，
是一片墓地，根本就没有小店。啊，晚上怎么会到那个地方一条小街？那真的千真万确的，那自己遇到的。我相信师父，因为我妈妈就是评剧演员，他们经常上乡下演出，竟遇上这些事情啊，特给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我绝对相信的，师父。啊，这不是假的呀。而且师父，我妈妈他们演出之前要拜这些什么红蓝什么白柳这些仙儿，先要拜的，不先不敬拜他们，这个舞台上要出事情，舞台一出事情就是大事，就是那个墓上的就是那大铁头就能啪把人砸死，对不错，然后演员就会从这个台上莫名其妙掉到月池里，月池里是五米，经常能摔死人，不错，所以经常要敬拜鬼神，要对他们有敬畏的心，没错，嗯，没错，所以不是假的，是真的，我相信的，不是假的，我相信的，对呀、啊，这些科学还是有很局限的。很多东西没有发现呢，慢慢等到发现证明，那就是真的了。师父，那我们应该对鬼神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讲的敬而远之，敬而远之、敬，佛家讲的礼敬诸佛嘛，一定尊敬他。远是什么呢？不能跟他学习。哦，不能跟他学习。对，不错。但心里要恭敬他。恭敬，那这个一定要恭敬。啊，一定要恭敬。那一定要恭敬。我们对人嘛，都要客气嘛。嗯。但是不能跟他学习。啊，对，不能跟他学习，他不是正法。嗯。所以跟圣贤人学习。跟圣贤。佛菩萨是圣贤的。嗯。不是神的。这个要搞清楚。啊，佛这个字翻成中国是觉悟的觉，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佛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那我们呢？我们是迷惑的人啊。我们是迷惑。我们不觉啊。他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没有圆满，圆满就叫佛。那师父老人家，我也想做个觉悟的人，我也想学佛。不错，不错。念佛就成佛。念佛，你听无量寿经，你听上十年了，那就跟刘素云一样啊。刘素云就听十年了，一部无量寿经，他告诉我，每一天听一个碟，一个碟一个小时，听十遍。听十遍。嗯。哦、就是十一个小时重复十次，这长期熏修嘛，啊。这一套听完之后，从头再听，这样听了十年，他心是定的，啊，定就生智慧，啊，所以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知道。人自自然然啊，这自然自然。他那清净心早现前了，是吧？啊，对，不错，不错。也不能贪多哈。不贪，学习也不能贪多。没有贪心，没有贪心，就贪嗔痴慢都没有。就这一个碟片，反复的听。啊、对。一个碟片听一天，第二天再换一张。啊，这一部经，那个时候他用我的大概是60片的样子。嗯。两个月听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十年不间断。哎呦，一门深入，一门深入，长时修。那一定有成就。啊，有真，绝对有成就，绝对有成就。感恩师父。好。